第四部分，一共十个题，每题听两次。例如，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晚饭做好了，准备吃饭了。等一会儿，比赛还有三分钟就结束了。快点吧，一起吃，菜冷了就不好吃了。你先吃，我马上就看完了。男的在做什么？现在开始第31题。31。你好，我想借这本书。好的。我可以借多长时间？一个月。他们在哪儿？31。你好，我想借这本书。好的。我可以借多长时间？一个月。他们在哪儿？32。我想要一个小一点的。您看这个可以吗？好，你们可以在上面写一句话，是吧？对，但不能太长。好，就写祝你生日快乐。女的在买什么？32。我想要一个小一点的。您看这个可以吗？好，你们可以在上面写一句话，是吧？对，但不能太长。好，就写祝你生日快乐。女的在买什么？33。周末你一般做什么呢？在家休息，看看书，上上网，有时候也去打篮球。是吗？你也喜欢打篮球？当然了，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呢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3。周末你一般做什么呢？在家休息，看看书，上上网，有时候也去打篮球。是吗？你也喜欢打篮球？当然了，以前上学的时候，我还经常参加学校的比赛呢。关于女的，可以知道什么？34。你们结婚的日子选好了吗？选好了，12月5号是星期六，你一定要来呀。我一定去。让叔叔阿姨也一起来，我很长时间没见他们了。好。男的什么时候结婚？34。你们结婚的日子选好了吗？选好了，12月5号是星期六，你一定要来呀。我一定去。让叔叔阿姨也一起来，我很长时间没见他们了。好。男的什么时候结婚？35。明天你去送女儿吧，我要早点去公司。我明天早上也有个会。那还是我送吧，我们早点出门。好，我明天可以早点下班，我去接她。他们是什么关系？35。明天你去送女儿吧，我要早点去公司。我明天早上也有个会。
那还是我送吧，我们早点出门。好，我明天可以早点下班，我去接他。他们是什么关系？36。您好，您能帮我们照张相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站在这儿，能把后面的银行照上吗？没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笑一笑。1、2、3。他们在做什么？36。您好，您能帮我们照张相吗？当然可以。我们站在这儿，能把后面的银行照上吗？没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笑一笑。1、2、3。他们在做什么？37。你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？没有，你把它放哪儿了？我就放在电脑旁边了。那再找找，是那个黑的吧？男的在找什么？37。你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？没有，你把它放哪儿了？我就放在电脑旁边了。那再找找，是那个黑的吧？男的在找什么？38。中间这个穿裙子的人是谁？你不认识，他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。我以为是您妻子呢。旁边这个是我妻子。中间的那个人是谁？38。中间这个穿裙子的人是谁？你不认识，他就是我们学校的校长。我以为是您妻子呢。旁边这个是我妻子。中间的那个人是谁？39。奇怪，我的腿怎么这么疼？是吗？星期天跑步了？没有，我和同学们去踢足球了。那就不奇怪了，你太长时间没运动了。男的怎么了？39。奇怪，我的腿怎么这么疼？是吗？星期天跑步了？没有，我和同学们去踢足球了。那就不奇怪了，你太长时间没运动了。男的怎么了？40。昨天的电影看了吗？看了。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很不错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男的觉得昨天的电影怎么样？40。昨天的电影看了吗？看了。怎么样？有意思吗？很不错。我觉得很有意思。男的觉得昨天的电影怎么样？听力考试现在结束。